好，我而家咧就准备挑战呢碗咖喱豚肉拉面。咁呢个拉面咧就系4.5人份量嘅，咁要喺15分钟内完成咧就可以唔使钱。如果食唔晒都唔系好贵，即系都只不过系99蚊。
差不多五分钟。而家九分二十秒。
一分鐘。15分鐘，夠鐘。夠鐘啦，已經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挑戰失敗啦。其實都仲有一般啦，又唔算好多，又唔算好少嘅。咁如果嚟講，可能都需要多5分鐘先食得曬。咁如果你覺得你挑戰到成功嘅話咧，咁你就試下報名參加啦。